心情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命格错纵不惧，破天际间千次的谜题，轻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，少年梦逐浪如城，云长心卷可年轮，年华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棱角激扬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，问了蓝月侯，他说让我来问问你。他让你去医谁啊？他说是一个瞎子，小时候吃了别人拿来的一块糕点，后来就看不到了。如今过去20年了，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治。能治吗？若是刚瞎没多久，我行针逼出毒就行了。但瞎了20年，或许得换一双眼睛才行。啊？不，神医你在开玩笑吧？换一双眼睛啊！你就说医还是不医？你才是医者，救人治病本就是你的本分。况且这个人很有钱，不会付不起你的药钱，所以可以治。萧瑟，但是你到时候记得说，是我让你去的。长得是不错，可惜脑子不好。夜探雪落山庄，居然还穿一身白衣来。朱雀，你曼和自己喜欢取代号，也喜欢叫别人的代号？白虎。白虎，这名字听起来也不……等等，你是白虎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天洛，住手！你为什么不叫他先住手？那积雪，你住手。你是在命令我吗？你们两个幼稚不幼稚？不是像雷无杰那样的傻小子，就是像这样冲动的姑娘。萧楚河，你身边就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守护吗？放着好好的大门不进，偏要鬼鬼祟祟的，这么怪事。从大门进来，你知道现在天启城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扇门吗？误会解除就好。想必这就是姬若风堂主的爱女了吧？总算是有个聪明的。既然来客人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其形也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你嘀咕什么呢？这位姑娘，在下神医华锦弟子沐春风，幸会幸会。我知道，原来我已经这么有名了。哎，可我还没认识姑娘呢。积雪，小生今年21，不知姑娘芳龄几许，可有婚配？小生尚未婚。你也不打听打听别人是谁？千洛，他们俩很熟吗？我怎么觉得他跟萧瑟说话的时候很有亲近感？他们自小就认识，积雪的父亲是萧瑟的师父，是这个世界上同萧瑟最亲近的人，甚至胜过他和皇帝陛下，所以自然有些不一样。哦，不过他对你才是真的不一样。对我也不一样吗？春风，我们该走了。师傅，咱们再待会儿吧。陆公子，这位积雪姑娘真有
如此漂亮吗？世间女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脱俗之人。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尘土？嗯，尘土。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师傅，咱们再待一会儿吧。查的怎么样了？你让我帮你找的人，我帮你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好久不见啊，肖老板。你早就知道我会来。白小棠满城的找我，我看他们实在太累了，便生了慈悲之心，跪下楼买了个菜团子。这间客栈离我的雪落山庄有一条长街的距离，你既然知道我派人找你，你怎么不早点过来？我也想尝一尝肖老板十五道前菜的御宴，也想看看你是如何在千金台上威风凛凛的威震四方。只可惜我闭关之前你尚未进城，我出关之时你早已离开了。闭关？你受伤了？是啊，差点被打成废人了。何人所伤？大剑锦轩。怎么，你每次危难之时都有我从天而降，而我危难之时你却并未出现，心生愧疚，想替我报仇啊？你之所以会被锦轩打伤，说明你入宫了，那我就没猜错，你这次来天启是为了找宣妃娘娘。肖老板，你变了，开始变得直接了。你明知这是我不愿提及之事，应该装作不知道的。你不应该小看皇宫那些高手，尤其是五大剑，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，还有很多大内高手连我都没见过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会小心的。你还有下次？无心，你这么想见宣妃娘娘，是想当面问她一些问题，还是想带她走？唉，她会愿意随我离开吗？皇宫之中锦衣玉食的，哪里像我们天外天？其实是一个苦寒之地。娘娘，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娘娘，他今天说那些话，为什么突然提起事儿？难道他有事儿的消息了？也许赤王殿下只是随口一问，娘娘不必在意。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许世儿早就把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给忘了，我又有什么资格妄想能再见她一面呢？其实宣妃娘娘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她是皇宫中的异类，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，在宫中与其他人并无什么交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误闯过一次她的院子，他请我吃了一盒糕点，然后带着我看了一下午的天。一下午的天？他说要是能变成一只鸟该多好，这样就可以飞起来，飞过那一道道的墙，飞过那一座座的山，还可以飞到最远的南边。
难免。我小的时候听不懂，在那坐了一下午就走了，一直到琅琊王叔跟我讲他的故事，我才想起宣妃娘娘一直想的那个地方，会不会是姑苏城外的草庐？毕竟她跟叶鼎之在那生活了很久，而且在那生下了你。你是想说，其实她也是身不由己？我是想说，这些都是你的劫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我所说的，都是我看到的。罢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见他，或许是好奇他如今过得怎么样，想亲口问一问他可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儿子，也或许我只是想在回去之前再看他一眼，然后他继续在北离做他的宣妃娘娘，我回天外天做我的少宗主。你还有不知道的时候。众生皆有烦恼啊。如果你只是想见宣妃一面，或许我能帮你。要不然这天启城中谁还能帮你呢？果然萧老板是心疼无心的。我是希望你尽快解决你的麻烦，别到时候给我添麻烦。哼，口是心非。这些都是我在各处收集的香料，公公若是喜欢尽管拿去。六皇子为何如此客气？奴才我有些心慌了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好，敢问公公，在如今的天启城中站哪一边？一定要站边吗？在这场胜负当中，能活下来的只有赢那边的人，这件事没有中立的可能性。殿下一定很清楚，无论站哪一边，若皇帝驾崩，五大剑都要去皇陵守灵。难道公公愿意去守灵？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也只不过是诵经拜佛，调调香罢了。我认识的风雪剑沈荆州可不是这样的，他向往的是一片江湖。就算去不了江湖，也比这天启城要自在。启仙公公，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。我可以担保公公，离开天启城之后，想去哪儿都可以。以永安王的名义，是以萧瑟的名义，只要公公相信，我做得到。为什么是我？公公入江湖时号称风雪剑，风雪一出可见风骨。我相信我的判断，也请公公相信我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你知道我每次走进来最讨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，这说明你还有神智，能通过脚步分辨出我是谁。真是一个强大的女人，就像你的美貌一样，第一次见了就让人念念不忘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
你知道我是怎么跟明侯说要把他变成药人的吗？我告诉他，如果他要反抗，你将永远被锁在这里，混着血液的腥臭、老鼠的尸体，还有蚊虫的噬咬，慢慢腐烂。Baby， 不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是在帮他。明侯是不会听你的。你错了，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不过，他的适应性不太好，只成功了一半，不像你。你的底子比他好太多了，别急，你是一个天生的杀手，但杀手是不能有心的。本王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武器，很快他就会变得跟你一样。月姬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慢着，这么多人进宫做什么？锦仙公公要给圣上办点香礼，这些小太监是各宫奉香的。前几日宫中闹刺客，所有入宫人等皆要搜身检查。大胆！凌君，公公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就由他们检查。多谢公公。慢着，大剑。大剑为何今日这么早？这人老了，觉也少了，有时候睡不着，就起来四处看看，好让圣上睡得安稳些。这些就是你新收的弟子呀？是。看上去都面生得很啊。哦，这些都是今年刚入红青寺的。属下想着他们虽然年轻，但毕竟头脑灵活，四肢麻利，不会慢待了各宫主子。大剑有什么顾虑吗？哈，你办事啊，我总是放心得很。走吧，走。都按照各自的分配去吧，记得小心行事，不可出半分的差错。是。宣妃的景泰宫就在西北角。多谢锦仙公公。宫中虚实关门，记得在这之前离开。明白。还有，你记得是我把你带起来的，不可在宫中行不轨之事，否则我一样把你抓去圣上面前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么啰里吧嗦，烦死了。真不知道我是在帮他，还是在害他。二位殿下还是请回吧，陛下身体还是有些不适，等陛下想见二位殿下，自然会让微臣传唤。只是一个孩子想见他的父亲罢了，却是这么的困难。殿下还请慎言。那本王先告退了，如果父皇愿意见我们，还请黎统领告知。殿下客气了。
娘娘一直在这上香念佛，你先准备着，我去叫娘娘来。有劳。雪露纷纷化染了凡尘，此间枯木几时有风尘，虚掷光阴若只为等一人，不相见不沉沦，以为思念能一撼乾坤，奈何刀锋相见如鄙人，少我几层不作声，尽我所能。宣妃娘娘安。既是来奉香的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是。与你逍遥人海，直到月带我前锋，愿你问我余生的馈赠，护你万分，以我痴心为盾。娘娘立这佛堂，是想为生辰牌上的人消除业障，积累福报吗？大胆奴才，谁让你说话的？你说的没错。娘娘还是放下念珠，走出佛堂吧。娘娘，这奴才越说越离谱了。无妨，让他继续说。念佛无难事，所难在一心。一心亦无难，难在断爱根。娘娘连心都是乱的，何必要为难自己？还是尽早放下吧。你如何知道本宫的心是乱的？在下从刚刚一入院中，便知道了。是因为那些落叶吗？是本宫不让他们打扫的。落叶本是自然常态，何必人为处置？可娘娘又为何将这佛堂擦拭得一尘不染？落叶与落尘又有何不同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心。无心，抬起头来，让本宫好好看看。你的眉眼为何如此熟悉？看来是在下与娘娘有缘。你刚刚说你叫无心，谁给你取的名字？我师父取的。师父说，无心则明，无心则不偏，无心则不思，因为无心，所以自在。你应该是有个好师父的。我的师父是世上最好的师父。娘娘，是王来请安了。你在这里等着本宫。母亲，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儿臣那日惹母亲难过，回去后心中十分愧疚。今日见完父皇，便着急来见母亲。母亲不喜欢喝八宝茶，
我让人从外面带了新的茶叶，母亲可以尝尝，这个合不合你口味？拿去冲上。他是谁？哦，是洪清寺派来给你父皇点香的小剑，一早就来了。哦。这小太监的身形，怎么看着有些熟悉啊？你见过的人太多了，也许只是长得像罢了。也对。去把佛堂打扫一下。是。母亲，请。茶色看着不错，想来味道应该不错。嗯，好喝。赤王经常来看宣妃娘娘吗？也就这两日来的频繁些，有时半月都不来。那宣妃娘娘一直都是这么独来独往的吗？开始也不是这样，那时圣上经常来看娘娘，隔三差五就发来赏赐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圣上不来了，赏赐也没了，慢慢的其他人也都不来了。宣妃娘娘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，别人不来她也不出去。奴婢已经很多年没见她和别人说这么多话了。父皇最近在为一件事情烦扰，母亲想不想知道？与我无关的事情不说也罢。如果是与你另一个儿子有关，为何又无故提起他？你不要乱来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母亲为何要斥责我？我只是提醒你，你可以尽情地用手段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有些人你碰不得。尽情用手段。母亲，若不是你当年在外面惹了事，我何须用手段？你本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，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儿子，我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。要不是你和叶鼎之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这些年来，我受到的嘲讽、冷落和讥笑，可是你呢，偏安一隅，又知道多少？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好像对那个叶鼎之还是情根深重，就连与他的儿子都比我重要。那我就等着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娘娘要不要回房休息一下？你在宫外也听说过我的故事吧？都是些市井传言，无心不敢妄言。坐吧。谢娘娘。说来听听。
宣妃娘娘，在当今圣上还是景瑜王的时候，便嫁入王府成妃，后遭奸人所害，被那魔教教主叶鼎之强掳而去。最后魔教战败，娘娘顺利脱困，这才被人所救，回到这皇宫之中。跟我想的差不多，保留了他帝王的颜面。难道事实不也正是如此吗？你很好奇吗？你若知晓了，或许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我在这景泰宫中听到的，自然也会留在这景泰宫中。其实外面那些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，只有一点，我是心甘情愿随叶鼎之而去的。我们两个分开才是奸人所害，他们骗我，鱼儿得了重病，把我骗回了天启城，又让叶鼎之误以为我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抛弃了他。他死之前，我终于又见到了他。我跟他说，我们俩一起逃去南爵，离开这些是非。他说他做了太多错事，已经不能一走了之，只有一死才能保住他的族人。最后他自刎了。所以你最后跟他说的一句话是想要跟他走。但是已经太晚了，我走错了一步，才导致现在所有的一切。那之后为何你又选择回到宫中？我有两个孩子，有一个当时还困在宫中，我放心不下他。所以便放弃了另一个。另一个也只有我回到这宫中，萧若锦才不会为难他。帝王家总是把颜面看得很重，我回来了，他也会答应我的允诺。如今我那孩子已经去了极寒之地，不过距离我离开这里也不远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也许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很像吧。魔教教主叶鼎之，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，我的孩子应该也跟你年纪差不多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氏。不错的名字。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，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喜欢这人世间，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。原来是这样。说说你吧，你呢，无心，给我讲讲你的事吧。我的事？对啊，你是哪里人，在哪里长大，你又是如何到了这天启城的？我在所有师父生活之前过得很混乱，但是还算快乐。我的记忆里有我母亲、父亲，还有许多疼爱我的叔叔，只是后来他们都走了，我有幸被师父收养，
我们每日相伴，相依为命。再后来，师父也走了，然后我就一路兜兜转转，最后来到了这天启城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却经历了这么多。娘娘困了，不用叫我娘娘，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。无心，你先离开吧，改天再陪我聊聊天。不过也没多少时日了，我就快要离开这里了。宣妃娘娘，宣妃娘娘，娘亲，小雨这个混蛋，你在想什么？无心应该入宫了吧？无心，你找到他了？他之前就入过一次宫，但是被锦轩所伤，最近一直在休养。我前几日寻得锦轩，让他帮忙带无心入宫。他是想见他的娘亲？嗯。不过这太冒险了。我认识的无心，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他不会做傻事。每个人都会做傻事，在遇到最在意的人和最在意的事的时候。帮我盯着宫里的消息。好。小雨为何要对自己娘亲下毒？那又如何，反正那个毒又不会见血封喉，而且有你给母妃运气逼毒，她自然不会有问题。这是药王谷的逆毒之术，当你运气逼毒的那一刻，这毒早就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。还不是因为你呀，我的好弟弟。你武功那么高，又这么聪明，那什么样的情形下，你才能放松警惕呢？能让白小棠堂主每次都亲自过来送消息，我也算是这北黎中最有面子的人。你这永安王府门口盯着这么多双眼睛，没有点身法呀，我还真进不来。给你，你要的名单，这一年内入了天启城便不曾离开的制毒高手。不愧是白小棠。唐门有七人，温家有十三人，五毒门有三人，六散派有四人，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门派，我也不知道你具体要找哪一个。鬼医也要。我猜你最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名字。这个人不是已经消失很久了吗？曾经药王谷一门三杰，拥有药王新百草、神医扁素尘，还有鬼医夜鸦。其中鬼医夜鸦是最年轻的一个，但是用药之奇诡是三人之最。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研究秘术被逐出了师门，后来听说用药被反噬死了，可我们白小棠却在半年前发现了他在天启的行踪。他现在在哪儿？你知道夜鸦为何叫夜鸦吗？便是他除了用药厉害之外，轻功也是一绝，我们很快便失去了他的行踪，所以他目前的行踪是未知。要将此消息告知华姐。你可以确定是他了吗？
药王新百草曾经说过，能够让一个药王谷传人束手无策的，就只能是另外一个药王谷传人。最完美的作品了。江湖路迢迢，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，命运狂滔滔，拨开岁月雾扰扰，过往空闹闹，是等待远途定酒消，檐下水渺渺，心声虽静语轻渺渺，我想养才好，生如莲不染与你吵，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的年少，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，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本解了，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侠义同逍遥，又持脚步寂寥，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，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，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本解了，少年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侠义同逍遥，又知脚步寂寥。